今天是 HMV 特点卡的第一天贩卖，应该也算是日本日书的第一天吧，所以我去了趟，买了两套，今天给拆了。还有没看到？哦，对，这个是他，因为除了 HMV 的那个特点卡，还给了这个叫 Postal Card， 就是这个海报卡，一共有给了，因为我买了八本，他给了八个，应该也是随机的吧。先看看这个，这是谁？这样团体的，这个是主唱队的，这种 post 的卡的，这是谁？这 hip hop 的 hip hop， 这不对，还是一张主唱的。只有绿版的吗？这都是我两套，好像是不洗牌的，它好像是不洗牌的，先搁一边吧，搁这儿，搁这儿。然后这是 HMV 特点卡，你能看着，这是小葵的。是 Dino 的，然后是甜甜的，然后是 Pussy 的，然后是圆圆的，好像是，应该不是，然后是小波，然后就看。这不是我最想要的那张吧，但是没关系，可以了，看看能不能换出去。然后咱们就开始拆砖了。我其实对这些砖呢，其实我没有还没太懂呢，我不太懂它这个现在的是个什么意思，所以有可能迷养一点。先拆这个蓝的吧，这蓝的很好看。神奇啊，有点奇特，我也会点这种的。哎呀，卡掉了，刚刚是谁的卡？哦，小宝和帅哥的，可以的，这回真的是都好看，真的是特别好看。应该还不，中的。主唱队的，这个是，我不太懂，啥意思吗？还有没买多少，对吧？不一样的，一毛一样，好像在哪都不一样。我买绿的，然后三绿，
可以吗？那边可以的，怎么样？不错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现在好看的，不错。我觉得那个也应该是不好。还行，虽说有两套重复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可以，挺好。